柠檬八爪鱼，八足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为大家报道时代坊金龙八狮贺岁大会演，仲会去睇下温哥华画秀春节大游行，跟住会带大家去睇下多伦多四海同星春节晚会，同埋 Luna Fest 新年花灯展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